这个是肋排，肥瘦相间啊。说是肥瘦相间，肉比较嫩一点，但是油没多少，寥寥啊。就中间这一点夹皮，中间这一点肉带着油才香，瘦的雪花肉带筋的腱子腱花泡肠，这驴肝老大了啊，驴肝掰着吃特别香。板肠全熟直接吃，蘸点那个灵魂蘸料，辣椒油蒜泥，完美。